主料五花肉150克，大白菜5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生抽、蒜头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五花肉切片，大白菜切块，热锅下油，爆香蒜头后，将五花肉两面煎香，然后将大白菜倒入，再加少许水将菜焖煮，最后加盐和生抽调味后上碟，可以上桌了。烹饪技巧，脾胃虚寒的病人不宜多吃大白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